秋冬的凉意缓缓入侵，快为你的指尖穿上毛衣吧。今天艾米就要教大家做这个美甲啦，先准备好这些工具吧。先用白色的甲油胶打底，用小笔沾取白色浮雕胶，在甲面右边用笔尖轻轻拉出直线。想要更有立体感，注意不要用力按压笔身哦。在左边画出同样的直线，分别在直线外的甲面上轻轻点上五个小点，把握好点与点之间的间隔哦。脚蹬在中间部分，也是用白色浮雕胶画出两个像人字一样的线条。点毛衣纹的时候，如果发现浮雕胶很快流动，就要找灯啦。再在下方画出相同形状的花纹，这样就有了毛衣针织的样子了。找灯，接着是着色，把甲面分成三部分，用戳戳笔沾取裸灰色，在上面轻轻上色，不用很密集。再将墨绿色在中间和下边戳开上色。注意哦，下边的墨绿色沾取的胶量要较多，颜色要较深，才能突出渐变的效果呢。找灯，重复上色。找灯，最后上上封层就完成了。